两位今年有什么样的新希望或新目标？你先。我吗？嗯、我其实还是希望在拍戏上的突破，然后。因为去年一整年，我其实一直以来就是除了八尺门的辩护人，就是可能演外籍工作是跟一些，还有越南啊有关系的，然后不然就都是恐怖片。那其实我今年一直很想挑战，就是像精神疾病，像亚斯伯格症啊，还是阿兹海默这种题材的戏，然后一直很想要突破看看，甚至可能是失去双腿的，对，就是最近对这个都蛮感兴趣，然后也希望今年可以有拍这样相关的作品。我自己本身是希望在今年有多一点的机会可以尝试到戏剧方面的部分，因为我自己其实对于戏剧来讲是一个很有兴趣的对事情，所以希望如果今年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尝试一些戏剧类的发展。对，那我希望可以参加歌手，是吗？是这样吗？所以今年在音乐方面会有在更多的。今年音乐方我们有在跟公司讨论有没有机会可以做一些新的突破，那我们会有一个应该算是往一个比较不同的方向去发展，因为现在就是比较活泼可爱类型的那种地方，那我们希望可以走一个比较类似酷帅路线啊，又或者是比较其他一点方面的路线去看一看试试看。过年期间两位有什么过？应该很多长辈都会给你们多肯定，因为表现得非常好。哎呦，今年其实我过年就是比较常待在家里，然后就是跟家人啊一起玩个麻将啊，或者是刮刮乐这样，就是因为对于我来讲，过年气氛最开心的就是可以跟家人比较多的时间一起相聚在那边，所以也没有特别说聊到工作之类的。对，我是因为去年开始因为八尺门，然后基本上就是有戏一直在拍，所以我变得很少回家。我基本上以前是可能就每个月每个礼拜，我只要有放假我就回去，然后变成说现在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很常回去，然后回家就说哎这么久没回来就是变成就是说就太久没有回家了，但是他们都还蛮想我，然后其实也是过年就是陪家人吃饭，然后我其实是很喜欢大家一起打扫的那个感觉，就是你可以指挥对，没有，我就会说哦，这个我帮你撕下来，你可以贴上去，出一张嘴就对了。然后就大家一起贴春联的那个感觉我很喜欢，然后也有跟陪家人打麻将啊，对，然后就是一起玩，对。那会不会有亲戚朋友就是看到，就是毕竟两位都那么好，对，然后跟他拍照啊、签名啊这种？其实有啦，还是有，只是因为可能比较不，就是比较跟以前的作品可能就是比较属于十八禁，像酷杯都是比较惊悚的，然后也就是有一部就是八尺门，然后不一样的面向带给家人，然后甚至他们现在有时候都说，哎 ，Lina 来打扫，对，就会跟我开开玩笑，对，但是我其实觉得我还是很温馨，因为就是只有家人这种过年开玩笑的时候会觉得最温暖。那幻觉呢？我家亲戚拍照比较少，不是粉丝，也不会，因为我们其实家里就是一个比较像朋友式的相处，所以可能会互相亏一下对方啦。对，但是我爸爸妈妈蛮可爱的，我就是因为有时候会跟他们电话通话的时候，就会听到他们的那个来电铃声是我们的歌这样，对不对？就会觉得蛮熟悉的音乐哦这样。那我叫你们现场跳一段之类的，比较不会，对。可能看我们跳酒跳腻了，看腻了，对对。两位去年的工作丰收啊，所以今年应该是给红包还是在收红包？哎呦，我今天是给耶，我这一次是就是跟过去，因为其实我从有工作开始我就都包给父母，然后就是因为去年丰收，所以今年也包的比较大一点，就是给父母，然后还有就是阿嬷，对，就是有。付出，对，对我今年也是属于付出类型的那一个，对，因为我觉得终于有到自己可以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多是少，都是一个心意，对，心意最重要，对，好，谢谢，过年都去哪里？今天怎么人比较少？对啊，少两位，一位呢现在已经在日本玩。因为他们跟家族旅行，都很难得啊，更玩更快。然后红道呢是，现在他提早开学，对他说上学，对，有天就没办法参加集团开工。我合理怀疑呢，他们只想绕跑那个路口。我怀疑，我合理怀疑，更玩现在在外面玩得很开心，然后让我们三个在这边。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可取。
然后我们有录影片说他们回来要自己冲泡，他们回来要补泡，我们会在旁边就是加油。对，我不想跟他们去跑，我只想拿个空拍机在那边看他们有没有跑完，监督监督就好了。你呢？过年就是陪阿嬷，陪阿就我们基本上都赖在阿嬷家，因为我们家都住在北部，然后就是我们没有什么要回南部的问题，所以一家比较好团圆，就是全部人都会一起集体去阿嬷家里玩，所以大大小小的就算可能二十岁的哥哥姐姐们也都会回来，对，所以就算是一个。大型的相处时间吧。我自己的话是就回台南啊，然后回老家家里吃一点好吃的东西，跟其实我已经一年没有看我阿妈，所以就回去陪她聊聊天啊。其实感觉他们身体也是蛮健康的，然后就逼他们在除夕的时候跟我一起看不一样。他看到你的演出，他有说觉得很棒啊。他们其实蛮感动的，就是看到在除夕的电视节目上可以看到我们，就蛮开心。然后我的部分就是今年也是一样回阿嬷家，但是今年比较特别，是今年是带着汽车驾照回去的，所以这次是有跟、哦、有开车载我爷爷奶奶，然后去乌来吃饭这样子。哦，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过年开车真的是。不能再吃饭的时候，对，我们避开那个中午吃饭时间，我们是两点可能之后，然后才出门，然后就没有那么塞，很塞，对，但是那个路上也是很可怕，车很多，然后也是一样，那个我阿嬷因为很喜欢看我表演，所以今年也是晚上的时候，就我们吃完年夜饭，然后就在家里看 VR， 然后他们就我阿嬷就是会很开心，这样说，哦，你有跳射手呢，勾起他们以前那种回忆。他们就是蛮开心的，因为就是我们还有亲戚，就是大家就坐在客厅，然后就整个坐满，然后大家就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就有点害羞。会吗？你会吗？就有点也蛮开心的。你们会需要包红包吗？还是你们还是领红包的？今年还是有领，我今年也是一样，就是爸妈的包。就还是有领红包，但是我有包给奶奶，就是跟往常是一样的。我包给妈妈，不是包给妈妈了，我给妈妈。我已经包两年了，好吗？我包三年，没有了，很少。意思一下，心意一下。其实我觉得家人好像就都只是在乎那个心意而已。嗯、对，啊，我的部分就是今年还是在领红包，对，就是。领红包应该可以领到大学毕业，今年就是包收到了，然后抽了，对，抽了几张，然后回去，啊，但是还是会被阿妈退回来。对啊，通常包回去还是会被偷偷塞回来。对啊，對啊自己留着这样子，自己留着用。所以情人节怎么过？在家。情人节就是睡死，在家，因为我已经离开了我的电脑有五天左右了。在我家跟我的电脑过情人节。有啊，我昨天还打给共玩，想说要上线打线上游戏，然后结果才忘记在，哎、欸，等一下，他在日本。我昨天就是把情人节整个睡掉。你睡死吗？我是睡在晚上，真超累。我自己是打了一整天游戏啊，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奶奶家过。他们两个连线吗？连线对战吗？没有，我们玩不同游戏。他是玩手机游戏比较多。我是 CS 啊啊，好像就是电脑，重要，完全没有人，完全没有人玩游戏过，完全没有人 care 这一把不重要的东西。公民这样没有被抗议吗？在家里睡整天，没有去过情人节？没有啊，不会啊，我怎么没？不会，因为没有，没事啊，没事啊。就有讲好。什么讲好没有？就是休息，对，因为还是在过年嘛，就休息。你们今年还有什么计划？我们就是，我们2月19号，然后我们的专辑《I'm Here》就会在各大平台上架，因为没错，对，数位上架。然后，实体专辑的话，就是应该等到3月啦，就是会预购。嗯，然后我们3月30呢，在北流有演唱会，唱会，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支持我们。还有新歌？
对，我还有我们新歌已经出来了，就会跟实体专辑一起上架。哎、啊，那数位专辑啊，数位专辑上架2月19号。嗯，不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哦，谢谢。是跟零九有合作。希望啊，期待。看公司规划。好。一点才对。一点才行。对。快点。他那个今年的过年是怎么过的？今年过年怎么过的？从那边开始。今年过年怎么过？打牌，每天都打到。你几岁打牌？对，我们家。是打德州扑克吗？没有，我们家会打麻将，然后。一些什么捡红点啊那些，对，然后昨天还前天陪我哥哥打牌打到，我两点就坚持不住，我哥哥打到隔天早上10点的样子。那跟什么？那我们家的习俗好像就是过年会熬夜打牌这样。开心啊，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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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福气。然后我今年过年就跟家人一起吃饭，然后走球这样。家人一起聚在一起，就是过年的。我的话，我爸把我丢在家、欸，哎，就我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我到客厅，然后因为前面是车库，他就把他东西全部收好，然后我要出门了，好可怜哦，是一个人待在家，然后我就每天就是出门，然后跟朋友打牌，然后唱歌这样。过年有帮什么事吗？过年是家里，鬼哥，起来很像，不要这样，就是我。过年就是一个人待在家里面，然后每天就是吃饱睡，睡饱吃，吃饱睡，睡饱吃。然后因为我就有点微烧香，我爸玩了3天完以后，然后回来很假惺惺的到我房间门口，这样敲敲门说：“你还好吗？”关心你一下，关心我一下。看你还在不在？你爸声音那么高、哦，哈，你还好吗？温柔的爸爸。我就很简单，我就是打羽球，然后买刮刮乐，然后睡觉，跟家人吃饭。我就是比较简单，还是我在运动啦，就会一直持续打羽球这样。啊，都不用揪我。你会吗？他没有在揪任何人。你不是，之前你被我电呢、欸。哎，这我帮你讲。最好是我帮你讲话。全明星那时候我还没有练完，我现在已经练好了。你现在还可以打。我站着一只脚都让你都赢。我现在就不会、学弟可以这样讲话、哦。哎，他真的会让一只脚哦，他真的让一只脚。就让一只脚，因为他脚受伤。好，其实我们过年其实没什么特别，因为。都在前一阵子刚忙完我们飞碟的专场，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其实有在筹备新的作品这样子。有吗？我怎么不知道？确定同团吗？因为你没有参与制作啊！谁的贡献？谁的贡献？没有啦，没有啦，有啊，一定会要有的，一定会要有。对啦，最近都看到最近有那个 Max 跟子瑜哥有先上了。对，把爱当筹码下去先上。但其实我们会坐在一起的重点，是因为凯文梦幻之星要升起，硬要宣传，还是要宣传一下。其实这件事情是蛮期待，因为那是我们最后一届，停很久了，真的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梦幻之星蛮重要的点是，它真的是一系统的训练上来，所以其实每个人。你只要是梦幻出来的，都会有一定的样子。对，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这一定是梦幻出来的一个。而且培训非常完善。对，就是我觉得还是，可是培训我觉得踩到了我的裙子，而且断这么多层，也没什么学长学姐的感觉。没有啦，我觉得梦幻之星就像一个小型的演艺圈，它会先让你体验一下演艺圈大致上的生活。可我觉得比较像学校。因为说，第几届这样，是啊还好，因为我在高中已经都学过这些东西。反正就是一个凯沃的传统，我觉得传承下去其实蛮好的，蛮好的，终于又要重启。嗯。所以下平你过年去哪？哦，我过年简单，我过年隐居，我真的太累了，我每天都在睡觉。回山里。我真的两座山吗？没有是前面有山，记得后面有山。我真的就是都关在三楼，我连下来都很少下来。就是我一天也都只吃一餐，就每天都在睡觉。哇！来，等下，今年不是我害他咯，他自己说的哦。我意思就是真的是多休息啊，然后我连吃的都比较少，都大概一天也都只吃一餐。虽然家里真的是蛮多吃的，但是就对家里的真的很好吃，他们家的那个，但是就真的是以多休息为主，毕竟才几天。之后要忙了吗？
我休息一下。其实已经准备要忙，希望可以赶快忙了。没错。对啊，也好。两位除了音乐以外，还有其他个人的计划？戏剧，其实个人戏剧，其实我们在年前，我们一起试蛮多的，对，其实都有在试镜，也蛮希望有戏剧作品，目前也都还没公布，对不对？至少五支哎，对，刚好其实我们两个也有 MV 的作品，就是刚好他有拍《原子邦宁》，然后我昨天刚好2月14号有上一个《男孩说》，对，我们也蛮希望可以往戏剧啊，或是其他综艺节目类型的去发展，所以其实都有在去试镜，或是公司也有在帮我们推，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觉得是可以兼顾的。好，那大家都看完，换最后一组。好，谢谢，谢谢，新年快乐，大家辛苦了。那边过年做了什么？过年嘛，我今年过年其实好像没特别做什么，就是跟家人打牌啊，然后刮刮乐这样。然后，但今年比较开心，是因为之前其实打麻将不太会打。然后今年有稍微赢一下，稍微小赢一点点，就觉得好像蛮开心的。赢多少？赢多少也没有多少，因为我们就是自己家人开心玩的，对，所以也没有到很多很多的。但是有感受到那个犯太岁的。目前还没有哎，因为你看打麻将都赢了，对，打麻将都赢了，怎么可能犯太岁呢？对不对？我们要不想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对目前还没有去，但是应该会找个时间去一下，因为我觉得还是有拜有保佑啦。对。他不会玩过年？过年跟家人，对，因为今年过年就想说，因为我弟他们在南部上班，然后现在刚好都回来，然后想说大家难得聚在一起，然后就在家里一样老样子，就是刮刮乐、打麻将，然后还有走春啊，然后去亲戚家，然后玩猫，对，玩猫，对。今年有包红包吗？今年有，今年是因为我觉得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变成是我付出了，就是可以包一个心意给家人的，就是让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真的有点长大的感觉了。对，不然之前就是一直在收红包，我觉得好像自己还没有什么作为这样。对，那我等你包给我。那你先包给我哥。我们私下交流。学长哥。有五位数。有五位数吗？没有啦，没那么多，没那么多，对不对？刚刚有提到，就是好像有想要往戏剧方面发展，是有已经去试镜还是？就是还是多多少少有在试镜，但是希望就是可以再有多一点的机会去尝试戏剧这方面，因为目前来讲，我比较多的是在舞台上面的表演啊，或者是一些唱跳演出。那当然就是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有多方面的发展，可以去尝试看看。啊，所以自己对于演戏这方面也是很有兴趣，想去尝试。有跟辉煌学习？有，其实我蛮常会问他说，就是因为我会看他演出的一些片段，然后就跟问他说，他这边的心境是怎么样的，或者是怎么样去表达一些想法。对，嗯，有一次应该说，因为之前我们就会其实会讨论很多一些戏剧的东西，然后加上我们有革命情感，所以就会互相交流。嗯。今年有新作品？今年有新作品，有四月会拍一部，但现在七月吗？七月会上。哦，七月会上，对，有一部是七月会上，然后四月会再拍一部，对。是你自己拍的吗？那是我自己拍的，不是 ，Hello， 不是，是因为我还不知道确定上的时间，对，我自己有拍，对，然后四月还会再拍一部，对，那大家到时候大家可以再麻烦支持一下。